Non? Niñama. Hi.能听见吗？喂，可以是吧？好，还有1分钟，我们一会儿就准备开始。屏幕正常吗？给我一个回应，屏幕正常吗？我还没有开始播放这个PPT。好嘞，哎呀，我这个有一个错误，sorry，修改一下。11月10号，OK，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在11月第2周跟大家见面。这一次的讲座的内容啊，题目就很清晰了，就是错过了美国大选暴涨的行情怎么办？啊，然后呢，未来我们有潜力的板块做一些简单的梳理，还有就是回顾一下呢，10月份的 VIP 的策略。如果大家陆续有进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 做一些互动啊，因为现在的网课，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经历过多次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沟通的过程呢，大家可以在跟我留言互动，这样我就知道接下来的一些重点，包括我可能会放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些解答。所以我在前面呢就强调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在听到我讲的一些过程或者一些内容，希望能有一些互动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提问的那个地方啊，留下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们都要做一个免责的声明啊，所有的文章的和网络研讨会，来自 Go Markets 的分析师或者外部发言人，都是基于他们独特的分析或者个人意见所表达的观点。或者是交易方式都是他们自己的，不应该被视为 Go Markets 代表的，或者由 Go Markets 共享的。这个呢，产品的披露声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完全读出来了。总而言之呢，一句话，做金融投资呢是有风险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存款一样，就是毫，就是没有不确定性。当然了，就是看到了或者听到了这些观点呢，您在做自己的投资的时候呢，一定也要考虑清楚，或者咨询第三方的其他专业的这个顾问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这样呢对您是这个风险是有所保护的。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做一个广告相信大家知道我们11月主打的呢就是 Darryl Gubi 这个老这个大师的他的十大的这个十大全球十大技术分析师啊他的一个培训课。那么目前呢这个星期呢是进入到了第二课这一课呢我们会在星期四带给大家，也就是2天后。后天、明天、后天，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晚上的8点到9点啊，通过注册的链接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我们会有现场的英文的讲解，然后和中文的翻译啊，非常适合大家去了解一些行情或者是叫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
第一节课呢，我们是上个星期四做的。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老用户的话呢，达到 VIP 级别的，可以申请这个回看的链接。那么，欢迎大家在本周四来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的这个 Darryl Gooby 大师进行互动。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怎么看黄金啊？澳洲股指能不能涨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去问问他，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办法能给到你一些好的解答。好，现在的人呢，我看陆续多起来了，那么我们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和交流。那么这个环节呢就是风险声明，对吧？我们刚刚也做过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和观点都是一般信息，不涉及到金融产品和建议，没有考虑过您的个人财政目标和需求，并且呢，在讲座中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听不清啊，或者是想了解的一些内容，欢迎留言，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在讲座的过程中呢，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做一个简短的个人介绍。那么我是 Austin 陈，之前呢在国际金融机构呢负责资产管理的分析和建议，持有澳洲金融从业资格牌照。多年以来呢，我服务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以后呢，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交易理念，尤其熟悉各类金融产品的特点以及相应的策略，擅长市场的这个趋势研判和把握一些周期性的脉动来配置投资组合。最近的这个大选前的这么一个埋伏，以及大选后的这么一个高位的离场，我是做的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也给我们的客户呢带来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中呢，我也对股指啊、中澳股票啊、然后美国股票啊、大宗商品啊，也有了自己很多丰富的交易经验。如果有我的 VIP 客户的，应该也会了解到我们平时沟通的比较多在这个投资和交易方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说大选期间呢，这个行情回顾，我们之前就做过一些怎么说呢，叫做预警吧，因为可以想象嘛，4年一次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政治性事件那么它会给整个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周里面是真的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超级周那么我先呢简单的通过语言的方式呢来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到这个分析界面上去。看一下相关的产品的表现因为我觉得只有回顾呢，才能够学会市场的这些叫做什么过去的发生的事情，以及指导我们未来做投资或做交易的一个经验。那么在上个星期11月3号，其实美国的大选呢就正式的拉开了这样一个投票的帷幕从美国东部。开始，首先开始投票。那么受此影响呢，当天美国的三大股指就高开高走道指呢是涨了554.98点，涨幅2.06%，纳指呢涨了这个纳指上涨了1.85%当时的报价是11,160.57点标普呢也涨了1.78%黄金呢？上涨了1%和17.9美金。那么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市场当时在这个投票的这种这个叫做舆论声中大家呢看到的就是好像川普的人气更旺就是川普发推特说赢很容易嘛，对不对？那个我们肯定要赢，我们已经赢了。然后呢，中国的股市呢也打了个擦边球，是吧？有一个公司呢叫川大制胜，
就是因为这个川普领先，感觉要大获全胜，然后它的股票呢也涨了6.92%。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呢叫波司登，然后呢拜登嘛，对吧？波司登不行，拜登不行。然后呢，拜登当时的呼声呢不这么高，所以说呢，他当天是下跌了。很有趣啊，市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人呢都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并且呢，因为有过16年民调翻车的经验呢，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叫什么外围赌场去赌这个谁是最终的赢家，不，是拜登啊还是川普？那么我相信大家也是用自己的钱做了很多的投票啊，因为考虑到这个。民调的不靠谱嘛，所以说当时这个拜登的这个民调数据啊一直领先川普，大家就反过来选嘛，选川普的会很多，至少我身边的这个很多人都还是觉得川普过去4年应该还不错嘛，对吧？有模有样，股市在这种情况下都没跌下来，那么这个这么多网上这么多呼声是吧？应该还是有他胜选的这个。概率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在网络上呢就开始发现了一些变化。那么也就是随着拜登在投票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领先呢，然后川普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就是紧张或者说叫做失态。他说啊不要计票了，怎么能都投给拜登啊？这不对是吧？然后我必须让你们重新计票啊！这些呢，在他的推特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当时呢，到了11月4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呢拿下了204张候选人票啊，但是呢，拜登拿下了227张候选人票啊。其实当时那天晚上，我们也都在观望这个市场的情况。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纠结。到底是这个川普胜了股票会涨呢，还是拜登胜了股票会涨呢？啊，结果第二天的市场呢，给出了大家一个很坚实的结果，就是不管你们谁上，我就是要涨。所以呢，到了第三天，周三接着上涨市场，是吧？当天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呢就是。除了这个叫做太阳能啊，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光伏概念股下挫以外啊，其他的都在上涨啊，这就是11月4号的表现。那到11月5号的时候呢，拜登已经获得了264张选票，川普呢，特朗普呢获得了214张啊，264比214，这个时候呢，其实。川普的这个赢面呢，就开始变小了，变小了。这个时候他也更紧张了，然后川在推特上呢就发了更多的这个信息，是吧？那个他说内华达作弊啊，停止计票啊，然后这个快撤回。然后拜登说我没作弊，我没作弊，是吧？然后哈里斯我们赢定了，这是这个拜登的回应。然后呢，川普说你偷了我的选票啊，我要到美国的最高法院进行裁决，你的这个选票啊不合法。就这样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呢，我们到了这个11月5号，对吧？那么11月5号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纠结啊。11月5号的时候，很多的彩票公司呢就认定了。这个拜登已经赢了，甚至已经开始兑现这个获胜的奖金了。那么 股市是怎么看待的呢？本来说川大胜，那么就是川普胜，那么我们在涨。为什么这会儿拜登胜了，我们就这个股票还在涨，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回去看，好像感觉很容易。其实，在回顾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疑惑的，就是黄金涨可以理解嘛，对吧？毕竟一放水，二恐慌嘛。不确定，那股票也这么涨。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啊，到11月6号啊，当然11月5号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美联储议息嘛，对吧？美联储议息呢，
也给市场打了一针这个鸡血，说我们不会停止的，对吧？这个印钱我们最擅长了，这个我们也不会这个短期之内呢，也不会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武器都用完，我们很充沛，我们的选择很充沛。到11月6号的时候呢，也就是11月6号啊，也就是周五。这个时候，实际上，市场就已经，基本上呢，开始就是为拜登当选计价了，那么，整个的选票的计算呢，可能还是很纠结的，或者说很焦灼的。但是呢，随着星期五的非农数据的公布啊，那么股市呢，进行了一波小的震荡以后，确定了在这个上一周。实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上涨，那么这个关于选举的这么一个过程呢，我们简单的用文字去回顾了一下，然后呢，我们带着我们现在在市场中的一些思考，或者说在当时的一些思考，我们去看一下市场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表现。那么这个呢是股指的过去的一个表现，我简单的做了一个截图。那么实际上，如果是从昨天截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会更亮眼，对吧？因为今天有一些回落，也就是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包括这个欧洲的股指、中国的股指，全部都是上涨的。那也不管你疫情了，也不管你这个风险了，全都是上涨的。那我们如果去放到图形上去看啊，因为我正好呢，我今天我觉得。要结合盘面去看，会给大家的体验会更好一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China 50当时呢是回落到了11月2号，大家看就是上周一，通过回落到了15600呢，开始一直往上攻，对吧？一直往上冲啊。大家可以看到，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有一个整理，这个星期一是这周星期一又一个上涨，是吧？这是 China 50，那么可能它还不是特别的直观。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这个是我做了一些笔记啊。当时呢，我是在11月1号的时候呢，当天周那个周天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我说股市啊，其实已经开始计价川普不连任风险。当时的那一周啊，就是大选前一周，推特跌了21%。当时我们在想，如果推特没有了川普，是不是会变得很无趣啊？如果变得很无趣的话，推特是不是就不值钱了？所以说被砸得那么狠。然后呢，到了11月31号，30号以后呢，就是上周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从这个道琼斯的年线，也就是26000点附近一路猛攻，一直到昨天晚上的3万点。我当时还想着3万点呢可期，但是应该没这么快，因为整个上涨通道破位了嘛，对吧？它整个支撑线来到了这个关键阻力支撑位，但是呢，应该没有想到它会走出这么大的一波行情。所以说，我跟大家一样，并没有说完全的去把握到。就是美股的这波大选行情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没有上车怎么办？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那么当时我们想到的是，它应该要在这个地方整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大选的不确定嘛没想到它很干脆就上去了。好，我们再看一下，标普五百。那标普五百呢？大家可以看到，10月30号的收盘在3200点，3200点附近3200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缩小一下，大家看一下，3200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S&P 五百，也就是这个标普五百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价格关口吧，可以说也之前是。这个主力现在是支撑，对吧？然后从上周一开始也是一路猛涨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收到3670点，那么
也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反弹式的行情，或者说大选的行情。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哎，黄金好像没调出来，看一下澳指吧。澳指之前也是随着美股的下跌呢，回调到了5900点附近，然后从上周一开始一路是吧，直接突破6200关口，然后昨天晚上竟然摸到了接近6500点啊，我说的是 S 那个X200 的期货摸到了6500点啊，今天呢小幅收跌，但实际上呢现货是收涨的。整个的行情呢，就是我们去拿出来看，不管是澳洲的、中国的、香港的、美国的，在股指产品的表现上，都是一路飙升。当时我也在星期五的时候发了一个简短的讯息，我说这个，所有的产品的上涨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不确定性都存在，对吧？然后疫情呢，当时美国是每天12万人的感染人数啊，那唯一能够推动它的呢，就是美元，美元的一个贬值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美元的一个。美元的一个下跌的走势，从11月3号，然后到第二天冲高以后，一路开始往下走，走到92中间的跌幅到2.3%，我简单的量了一下，2.3%。那么带动的其他的主要货币，大家应该也有所感应到，就是澳币是吧？澳币从之前的0.7的生死线上挣扎回来，欧元、英镑。主要的这些货币包括日元的强势的一个升值对美元，然后突破了104的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下杀到103点几这些主要的货币被美元指数的放水或者说下跌，全部带动了被动上涨然后由于美元的这么一个下跌，带动了金融产品的大幅上涨。我相信，如果做黄金和白银的人也知道，上个星期基本上就是每天涨，涨得人心惶惶。那么黄金还有原油呢？其实我们也当时也做过分析，就是整体来讲，美国的10月份呢创造的岗位是5个月来最低，然后美国人也开始从事兼职的工作，这凸显了在财政政策上的枯竭，新冠病例在全国的激增，以及下任总统。在保持经济从疫情恢复方面面临的挑战，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建议是现价做多稳妥的话是应该等待回调做多。所以我们当时对于黄金的判断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没想到星期一就是一个这个暴跌黄金的一个暴跌。那我们现在这个回顾了整个的，在上个星期的这么一个走势以后呢，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买入，在低点的时候没有买入，没有享受到这个上涨的这一波行情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继续去买入呢？就是。是不是在今天的回调的一个地方就是买入的机会呢？那么我把第二个部分，我觉得起名叫"繁荣的顶点"，打了一个问号，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在猜测，但是呢，我把我的逻辑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带动昨天市场大幅上涨的是疫苗的出现这家公司之前拯救了男人，现在又要拯救全世界的人疫苗大规模，这个疫苗是大规模印钞的解药吗？我们正常的逻辑想的就是疫苗出现呢，会让这个整个的经济活动正常运转，让更多的这个行业恢复正常，让更多的现金和这个消费恢复正常。那么
以此来支撑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信心。但是呢，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可以消除掉我们多印的这些钱的话呢，我觉得好像还不行，因为这么多钱印出来以后啊，大家之前的讲座我们也都有提过啊，资产负债表基本上是一年翻了一倍。那么这么多钱印出来以后，这些钱并没有被普通老百姓或者说这个叫做一般收入人群去消费掉，他们实际上呢是应对了一些正常的现金以后，也可能没有太多的资金。第二呢，也没有勇气去把这些资金全部都用掉啊，就好比现在如果说有疫苗了，第一你能打得上吗？第二你打上了以后，你敢就这个在你收入和你的很多东西不确定的时候，你去出去这个花大手大脚的花钱吗？可能有一些利好的行业会，但是大部分呢受到影响的，我想他应该不会，他应该去想的是未雨绸缪，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啊，并且呢这个。疫苗的出现呢，目前来说，从到今年年底吧，可能最多也就1000万只，那么一个国家都不够，对吧？一个国家至少要有2000万只，是不是？像大一点的国家都要上亿只，所以说短期之内也不是一个可以去缓解或者说改变现状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呢，疫苗只是一时的兴奋。或者说一时市场的这个利好的一个再一次的叠加啊，这种叠加它叠加了像美联储持续扩张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持续印钱的一个态度，它叠加了美国这边的大选的尘埃落定，它叠加了这个市场对于这个接下来的一个经济的好转的一个乐观态度。所以呢，会带动市场的这样一波特别汹涌的啊一种情绪性的上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美国疫情其实呢，在目前呢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是因为我们的四维带宽已经被占据了啊。目前大家没有关注，甚至包括苹果手机的什么 Pro Max 是吧？大家也没有去抢了，没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去炫了，大家好像都在关注的是。啊，这个最热门的这个两个老头抢工作的事情。那么其实啊，在这段时间美国疫情呢表现得非常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呢这个是每天的病例的新增的一个柱状图。那么在4月、8月到现在11月，实际上它是一波来的比一波强烈，完全没有这个收手的一个情况，并且呢。很恐怖的是，每天确诊人数竟然高达12万。我们当时听到墨尔本啊，每天高达500人的时候，都已经就是 lockdown 了。然后这边12万还什么事也没有，对吧？全球人数呢突破5000万，死亡人数突破126万。美国呢占据了接近1/5的份额，1000万人感染，然后呢死亡人数23万。啊，这些都是最 updated 的信息啊，我直接在网上刚刚截的图。那么这样的一种叫做现实情况吧，就是说我们确实不应该有太多的开心啊，真的不应该有太多的开心啊，不知道这个美国这边包括其他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里面取得稍稍的一些好转，但是我觉得澳大利亚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欧洲也是啊，欧洲的这样的疫情呢也再次来袭啊，限流封锁也成常态啊。大家看到欧洲地图，红色的基本都是 national lockdown，就是整个国家的都封闭了。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讲这些事情？因为其实都是最近的一个事情，像这是11月5号，然后这个呢是我刚刚截的11月八九号啊是。那么我们再去反过来去对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市场里面到底在关心什么？市场真的好像没有关心什么拜登啊、川普啊，没有关心疫情，他们关心的就有一个 Powell，对吧？就是好像只有放水呢，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
那么这幅漫画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在这里啊，在争论呢，是吧？大家在争论，其实起核心作用呢是旁边的这个鲍威尔，他才塑造了现在的这一轮牛市啊。市场背后啊的逻辑是，我不管啊经济怎么样，我也不管现在的这个疫情怎么样，我也不管你们那什么美国内部分裂成什么样啊，未来中美关系、中澳关系啊、美澳关系、美台关系、各种关系，我不管，我只一门心思往前，就是涨，对吧？那么，如果听我说了这么多信息以后，其实大家在想，是不是还应该追涨？没错吧？是不是还应该追涨？那么，好像要有一点，要有一点谨慎了，要有一点慎重了。那么，说的往大了说，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就是传染病的这或者说这种全球疫情的这么基本面下，会不会有一个长期牛市啊？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最快的这个从熊市中复苏过来的一个牛市，也就是从3月份以后一直在上涨。那么现在到了11月份，那么这头牛能够奔多久之前我们这边的分析师啊也写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也写过嘛，就是说，美股接下来会怎么走？那么背后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放水的支持，财政政策的支持的话，那么美股应该会在哪里进行衰竭？其实大家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都在猜测，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涨，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跌。但是我们能大概率就是说去跟随市场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保持对它的一个关切度啊，并且你要跟随着它的逻辑啊去看待。所以美国大选的这样一波行情呢，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了解下来，就是很多有经验的投资人，实际上他们是观望的状态的。因为这种行情的话，你做对了，真的是一本万利，很好，很好赚。但是你做错了，可能也会让你一败涂地。如果是很叫做资金量很大或者很成熟的投资人的话，他们会比较，怎么讲，比较成熟或者说比较稳，比较规避风险的去看待这个市场。那么，其实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如果错过了就错过了，并没有什么机会还有，错过了就错过了，并没有什么。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跟着我们在之前的市场里面做了一些布局的，就是做了一些大选之前的一些布局，因为我看了，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分析师给过大家一些策略建议。之前给到过的基建啊，包括悉尼机场，对吧？包括这个什么Web，这个相关的这些受疫情打压比较惨的、低估值的那么利润率下降比较快的这些公司的一些案子，或者说叫做标的吧。如果大家有去跟随的话，其实真的收益非常好，这段时间收益非常好。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市场呢和现实的脱节啊，市场和现实的脱节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去怎么讲比较分裂的一个部分吧。就是其实央行也注意到了，就是股票的价格呢跟预期的市盈率已经就是说很大的背离了，也大幅上升嘛。它目前如果我们从它的市盈率、市净率，包括它的整体的估值表现，都在过去所有的历史均值的顶部，也就是在相当于是如果把最高点算100%的话，我们现在应该也在95%到100%之间啊。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盈利的前景的不确定性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能推动股市短期的，只能够靠美联储，而不是靠控制疫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在做投资的时候要回归现实，要考虑到它一方面呢，就像
情绪在驱动，或者说叫是看的手在驱动，有时候它也要回归一个常态。那么这个常态就是我们接下来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决定了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叫做战略性的一个思维方式吧。那么我也提出来了第三个方式的，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接下来是板块的轮动呢，还是强者的恒强？是板块的轮动还是强者的恒强？那么昨天晚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科书一样的板块的轮动啊，大家可以看到疫苗出来以后市场的反应是什么？黄金暴跌，对吧？黄金暴跌代表呢，哦，确定性增加了，那么不确那恐慌情绪减少了，那么黄金还有什么意义呢？啊，扔掉它，所以黄金暴跌，跌了116美金，从最高点到最低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所抛弃的传统的制造业，是吧？这个旅游业，然后航空业啊，这些板块，昨天暴涨，对不对？但是你看，像电子商务 Zoom 啊，这些之前在疫情里面受到极大追捧的啊，都是这个翻了好多倍的这些公司，昨天晚上暴跌。啊，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板块轮动，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参考点。那么，如果是我的考虑的话，我觉得，疫苗的利好既然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信号，那么只要我相信疫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或者说只要我相信这个。生活和工作必将恢复正常，那么这个逻辑就成立，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寻找相应的比较好的一些板块。那么再说强者恒强，强者恒强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我在这个市场里面要把钱花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把这个钱怎么花掉的时候我会去把钱借给谁？啊，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对吧？就是说我宁愿借给你着急用，但是我不能借给你没钱还给我的这种就是不确定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者恒强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大家可以看一下，涨得最好的这些巨头公司现在占到整个股市的估值的20%以上。就是因为它有很强的那个确定性。那么，当我面临资产荒，我不知道往谁口袋里塞钱的时候，我只知道往他那塞钱是最安全的。所以，如果你相信很强的很强，那么你就始终的去看好这些高科技，或者说之前我们说的像今年这个资金最拥抱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对吧？等等的这些板块还包括就是像疫苗概念这些那么这些就是强者恒强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觉得板块轮动是接下来的主旋律，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适当的做一些配置，做一些低估值的，是吧？做一些之前被市场所打压的。那么如果你的资金不错的话，我建议你两手准备。资金不错的话，两手准备。当然，我说的资金不错，并不是说你要有几百万、几千万，而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能够选择5个以上的标的，那么我觉得这两个你都可以考虑。今天没有人留言吗？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跟我进行一些互动啊，不然一个人讲真的很没趣。简单来讲是。你是看好低估值还是追求高收益啊？那么第一呢，我觉得美国大选呢逐渐明朗化，市场情绪呢也会随之提振，所以说股市呢大概率还是一个还是一个叫做目前大家都最兴旺、最欣欣向荣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呢等待财政政策的利好，那么这一块呢会刺激到基建，对吧？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今天我们发的文章，就是，它的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利好的行业，比如说新能源这些，
那澳洲也有澳洲的相应的基建板块也会值得关注。那么第三呢，就是疫苗呢会改善经济的活力减少这个经济恢复的压力，出现轮动机会。所以我们之前跌得很惨的航空公司、旅游公司、赌场是吧？那么这个悉尼机场等等这些可能会迎来一波机会。那么第四就是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压力减少，这个是一直各个央行和政府都在持续去做的。那么有了这些方面的一些支撑的话，我觉得就看你是想怎么去配比你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资金了。如果你是觉得第三条和第二条是你最关注的，那么你就在这些板块里面去找。如果大家不明确，或者说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代码，到底是什么代码，到时候呢，可以管小助手要，好吧？小助手这边我会把我这边研究的一些代码发给他。那么如果你觉得，强者恒强的格局不变，对吧？那么未来还是资金还是会拥抱一些叫做确定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哪怕他们的估值相对高，但是他们实际上更稳定，那么你就可以持续去关注之前涨得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回调机会就行了。那么从长卷来看的话呢，如果大家想做一个中长线的投资的话，我觉得六大风口就是这以下六个方面，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获得一个10倍、100倍的机会的话，你投银行，你投Telstra，你是不可能的，很难做到这样的收益的，因为他们已经很成熟了。那么你说我想在我的资产组合里放一些这样的未来的这个成长性特别好的，那么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5G、自动驾驶，对吧？基因产业，就像这次这个。这次的这个疫苗，它就是一个合关山式的这种叫做这个什么疫苗产品，也是很高科技的在生物制药领域也是很高科技的东西了。那么还有就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呢，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很火的这个蚂蚁金服，就是打着金融科技的牌子嘛，对吧？大家也可以听一下明天我们讲蚂蚁金服的故事啊。很期待啊，是我们的 Joy 和Allen 给大家带来的直播。那么这个金融科技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讲呢，在澳洲来讲还是很吸引了大家很多很多的目光的。比如说像这个 Afterpay，对不对？这些呢，其实就是长期来讲还是未来的风口。那么大家可以在投资上面去做一些倾斜。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VIP 的一些策略那我之前呢也说过，就是只要我有时间，每个月做一次的话，我会把我过去的一些信息给 VIP 的客户的一些信息呢拿出来做一些回顾。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说的事情，或者说做的事情的一种监督一种责任。那么 GoMax 的核心的一个服务能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投研能力。我们在投资包括分析上面呢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说在我们分享出来的这些信息和内容的时候，都是在这个经得起验证的这也是客户去可以去经得起推敲。那么也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专业能力吧，让我们的客户的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所吸收到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对象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会直接把图片放出来。我们这一张图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当时是10月27号，这是一条短信的截图。10月27号星期二早上9:58，
然后当时给出来的交易策略是看空 Hong Kong 50啊，是大选的前一周嘛，然后 Hong Kong 50迎来了一次暴跌，对吧？迎来一次暴跌，然后当时是目标看到2450到24500到24200啊，最终呢也跌到了24200，那么就它早上有一个跳开嘛，因为当时其实。已经它停市了一天，那天是停市一天后，直接一个跳开在24800，然后如果大家做进去止损，大概是250个点，那么盈利应该是600个点，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交易的一个实时的这些数据呢，是我们在市场开始之前就做出的预测，然后呢，市场走完以后，我们再用这个图表呢展现给大家。啊，不是我们啊，做完了以后回过去贴在这儿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图吧，因为我没有把这些图再放到 PPT 里面去。直接就下一张。好，下一张。这个是10月14号啊，10月14号，也可能打乱顺序了。10月14号当时呢给出的是纽日的一个空单啊，在70.2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最高涨到70.34，然后呢止损在70.65，就是在这根绿线的上方啊，可见它是没有触碰上去的。然后目标我们看到69.8和69.5。最终它跌到了69.2和68.6、68.9，所以整个的下降的趋势我们是看得很准的啊。OK，我们再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是做空欧洲股指 Stoxx 50，当时的做空的价格是在3280，市场最高涨到3299。也就是向上，再走了20个点不到，然后就开始了一波非常迅猛的下跌。然后，如果你是做长线的话，应该是非常，完美了。如果你做短线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盈利了，已经盈利了。整个方向上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的，因为从这开始就是最高点，然后就一直往下走。这张单子是我做错了的一张单子啊，这一张是做的黄金，10月9号，当时是看空黄金，实际上对黄金当时分析是比较深入的啊，当时给出了很多的这个分析以后呢，觉得黄金应该是围绕1900在上下整理，但是止损放少了，止损放了22啊，止损放22，对等向下呢，看的也是看了25到35，那么实际上如果我要同等的放35的话呢，那么这张单子就盈利了，因为最终它跌到了1860嘛，对吧？只是因为止损放小了，然后错失了这样一波机会OK，10月1号，这是10月1号我们给出了一波关于。黄金的上涨啊，这张单子非常漂亮，当时是在最低点抓进去的，22.88块，然后黄金触底开始一波上涨，一直涨到25.6块啊，也是最后一次的低点啊，这个把握也是非常的精准的，这又是一张止损的单子，当时是因为那个川普中招嘛，对吧？新冠那个确诊以后。然后他不是服用那个韦德西韦嘛，然后我想着应该是一波利好啊，就买了这家公司嘛，结果很不给力，涨了一会儿就跌下去了啊，止损掉了啊，这张单子也止损掉了啊，这个是做空 APP 啊，中 APP，然后当时是因为考虑到整个外部市场的一个在跌嘛，然后港股的这个叫什么？腾讯也在看空嘛，所以我当时觉得来到了这样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压力位，然后做了尝试性做了一下，结果对吧？又被打了一次。OK，
总体来说呢，做错了三张单子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这一张是10月21号的早上10:17，看空欧元。看空欧元的时候呢，是在1.183啊，也就这个位置1.183。然后最高涨到了1.188啊，我们止损放在1.189，正好没达到。然后开始往下走啊，一路开始往下走。那么最终呢，肯定是获利了结了。那么其实到最后还有一波下跌啊，到这个地方有1.77的位置以后又往下走了一波。就 欧元这张单子做的也是非常的精准啊。这个是当时我们看空啊那个美国股指的时候，美国股指啊这张单子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抢回调啊，所以。不说了，这个很简单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盈亏比合适的一个入仓点，然后往下看到3340，最多跌到3330，所以说完美出场 日经指数也是日经指数的一个空单当时是在2360进去，然后呢止损2380，它最高涨到23720。然后最终呢，我们看到它的目标位是23250，最终它跌到23050，这一波也不错抓的。好，估计应该没几张了，然后简单的做一个回顾吧，在澳币对人民币啊，这张也是在10月15号给出来看空澳币对人民币的一个机会也不错。基本上是在前期的一个最高点进去的，4.8块，进去以后就一路下跌。然后这个是啊，这个 TWE 是真的是很懊恼，止损掉了，因为什么？这前两天还有客户问我，因为我是经常的在跟大家分享 TWE 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当天有一个急速的下挫，一个急速下挫，然后其直接就收到了一个破位的一个价格上面，当时也是没办法止损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暴涨，真是把那些筹码都洗出去了，然后它才开始重新站起来。所以有时候确实市场是很诡异的。其实我们看对了，如果不坚定，或者是说止损的方法不得当，也是很被动的。我觉得，反正这个没赚到钱最终。OK，好，我觉得交易回顾呢，就是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一个服务的内容，也在这里跟大家去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也欢迎。大家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用户以后呢，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甚至呢，如果说当你有遇到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呢，如果您是一些这个解决不了的时候，也可以找我们去做一些咨询。当然，是不代表我们的投资策略，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OK，那么今天的整个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这个页面呢，我会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啊，简单的互动，然后今天我们的讲座呢，就这个可以结束，我留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互动什么的。有人问 AMP 还有黄金啊，好，我们把图调出来。我们先看黄金，黄金，我先把这个 invest 掉。我们先看一下日线，日线的这根阴线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吓人。这个从1965到1950啊。115美金啊，真的太恐怖了。所以这根巨阴线，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阴影嘛，在投资人心里。所以你说可不可以追涨呢？我觉得黄金
大家看这个这句话，这是我做的笔记啊。那么支撑黄金上涨的主要推动力并没有改变啊，这个是10月1号写的。通胀，首先呢，通胀在一段时间以内要超过 2% 的目标，美联储将延续呢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啊，收益率偏低的美债和价格高企的美股已经难以承担资金保值增值的使命，这对黄金的价格呢起到了提供了支撑，对吧？第二呢，长期弱势的美元走势，美元体系的竞争力下降，信用体系的竞争力下降，投资者不得不要寻找其他的替代品，黄金和白银是最佳选择啊。当然如果你说还有比特币，我也不会否认啊，只是它的波动可能会比这个来的更汹涌一些。那么第三，动荡之中的避险需求啊，疫情的反复，金融风险的加剧啊，以及风险的对冲属性，是越来越多的长期投资者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啊。这个是10月1号写的一个笔记。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这些基本面没有改变，那么黄金在这个上涨的轨道的支撑里面会不会有改变呢？我觉得不会有改变，只是说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到你赚到的更多而已，对不对？到目前来看，至少到目前来看，我觉得黄金还不是说开始走熊了，好吧？除非它整个的这个基本面逻辑以及技术面逻辑都破坏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是长线投资者，或者是风险的偏好相对低的话，那么黄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还是。还有谁？哦，还有个 AMP 啊 ，AMP 我看一下。哦 ，sorry， 太快了。AMP 这个产品，我看很多客户都跟着我们赚钱的，因为当时好像是我们分析师 Joy 喊的吧。是 Jackie 啊，我也有点记不清，但是我可以查一下，我查一下。很简单，打开我的这个短信，然后搜索 AMP， 我看一下这个交易机会是9月25号 Gordon 给的，然后还有谁给过？好像最近的一次是9月25号的 Gordon 给的看涨，那么。当时的价格是9月25号，哦，这个价格好，非常好，嗯，也就在1.33块、1.35块这样的一个位置嘛。然后现在的价格是1.69块啊，这个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有的客户可能是买到了赚钱了吗？那么现在回来问呢？还能不能买？哎，这种灵魂性的拷问的问题是最让人头疼的。还能不能买？嗯，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异样，我觉得还能买，或者说还能持有啊。啊，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一方之言了，并且呢，我也没有仓位在 AMP 里面。如果我说错了，让你亏了一个鸡腿，那。我也很抱歉，所以说还是严格止损吧，是吧？不管怎么样，你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好的。我们每天都会，市场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机会，每天都会有很多机会。好，还有什么问题？我再查一下啊。哇 ，Cogan， 哇，好多问题啊！这个我怎么才发现这个问这个宝藏啊？我感觉好像我有点不太会玩直播了都。哇，这么多问题！好，谢谢。说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然后都过去了，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有人问啊，我就念一下，请问疫苗利好以及经济复苏数据向好，是否会带来美联储停止扩表的脚步，导致后续资本流动性减弱，形成阴跌？你怎么看？这个叫王之业，哎，我觉得你很专业，说的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短期之内我们还看不到。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市场呢是会这个。叫做买消息卖事实嘛，它会有一个提前的预期。如果美联储开始放话，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强势的走软了，那么可能也会对市场带来一些就是打压吧。但是如果经济面向好呢，又会形成一个支撑，所以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整体来说，了解经济本质的人，或者是货币本质的人都应该知道，不要 fat 位置的。Fed，或者说不要再考虑做空一个国家的股票，一个国家的股票，我说的是不是某一只啊？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它是会伤害到整个国家的资本体系的，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像养老金啊、金融衍生品啊，还有各大保险公司的底层资产呐，包括政府的一些债券的一些各个组成部分吧。那么，如果说资本市场出现危机的话，实际上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好，所以呢，长期来看做空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那么它 阴跌的话呢，我觉得在 美股里面也比较少见，这种行情也比较少见。美股一般是阴涨，一天涨一点，一天涨一点，哎呀，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涨上来的这个步骤啊，小碎步啊，真的就是让也有些国家羡慕的不得了，慢牛嘛。好，还有人问说，想麻烦问一下，澳洲电商今天的大跌是回归实际的价值吗？是暂时的还是会回归实际的价值？啊，这个我们今天在讲座里面提到的是，讲座里面提到的是，就是一个风格的切换，因为疫苗这样的一波利好以后呢，认为这个实体经济啊，包括线下经济会复苏，所以说对线上经济会形成打压，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逻辑。有人问低估值的有哪些啊？这些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发送。有人问 Beyond Meat 人造肉有关注吗？看财报是亏损得很厉害啊，Jack 正啊，好像 Beyond Meat 昨天晚上这个涨得还不错啊，然后后来盘后跌得很惨啊，并且在盘中的时候，它还释放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信号，说要跟麦当劳签约合作，什么素汉堡啊这种，我觉得属于啊。生物食品类啊，这些未来也有科技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我觉得长期来说还是看好的，只是说它的估值过高的时候，我不敢追啊，或者说我短期之内我不想把钱压在里面，如果它有好的价格给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像这些股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些人问我疫苗股票 PFE 啊，我这个我要研究一下，我不能瞎说啊。Cogan，如果昨天卖的话，今天应该很开心啊。如果没有卖的话呢，今天应该很伤心。所以如果问 Cogan 的话呢，相信应该是还有仓位的。那么，还是要看看国际环境吧。如果美股的这些电商股，包括中国的这些电商股都大跌的话，Cogan 也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当然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说是未来澳洲的淘宝吧，对不对？它还是有潜力的。如何看待白银？有人问这个 CSL 可以讲一下吗？APX 的科技股下降了，现在可以买入吗？科技股是。APX，我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技术图表了啊，这个 CSL 和 APX 都是我们
推荐看好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标的啊。如果说跌了话，我们是推荐你这个关注的。如果说你拿不准的话，最好可以 call 我们的电话，跟我们的分析师聊一聊啊。我们可以通过你对于这些产品的了解，包括你的资金的一个这个风控的一个情况呢，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你如何看白银？我觉得，首先呢，金和银呢是很难分开看的，对吧？也没有必要去单独的把这个白银的下跌和这个市场分开来。它其实还是比较同向的，基本上黄金涨，白银也会跟着涨。那么我们刚刚分析的是黄金，其实你也可以用它来看白银，问题不会特别大啊，问题不会特别大，并且我认为白银实际上没有黄金高估的那么厉害啊，到现在来说的话。有人问 Freed 可以买入吗？制药公司很稳定的，真的真的很稳定。非常稳定。如果你喜欢稳定的话，我觉得制药公司是你可以长期定投的一个领域啊，尤其是你又不在制药行业的话，医药行业的话，它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因为即使再惨，对吧，还是得怎么打针吃药嘛，是不是？沃斯可不可以买？他有问。沃斯的话呢，今天跌得比较惨啊，今天跌得比较惨啊，消费类的股票。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大。沃斯啊、COS 啊，像这些在澳洲来讲，其实真的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也没有谁了。就是说我们在澳洲去购物，能去哪些地方？基本上就是限定死了，对不对？他下班了，你都找不到别的地方去买菜，甚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的一些这个优势啊，包括它的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叫做相关的一些怎么说呢，子品牌吧，或者说因为我知道 UNI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在它手下嘛，也做得不错。好的，现在那个 David 你问我那个 DXB 是吧？那个我们单独聊吧，我这个时间已经拖堂拖了很久了。那么今天呢，我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那么很高兴在11月第二个星期二跟大家在这里见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在讲座中解答不了的，大家可以找小助手，然后呢，小助手会转告给我，或者转告给我们其他的分析师，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OK，然后里面的这些问题，我才发现这个宝藏啊，好多好多好多。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互动，也为大家点赞。希望错过了行情的人呢，不要担心啊，我们还有机会。然后如果吃到肉的呢，也恭喜了，是吧？这个是真的是太酣畅淋漓了啊！一天可以跌1600点，也可以涨1600点啊，太爽了。好，祝大家晚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